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跳舞频道，大家把那个关注直播室通知的关注点一点，点一点。上一麦序我跳的是慢的舞，然后这一麦序我跳的是快的舞。把我关注点一点，星星点一点，好不好？手机点一点，手机关注也点一点，五行五秀嗨翻天点一下预约，人气之星大善点一下预约。自从被你们说了以后，直播都没有兴趣了，心好累。星妈不帮点关注啊！哇，你们这些人好坏好坏的，关注都不给我，好坏好坏的。不行了，我喝口水，受不了了。我再说一下，这个直播室通知关注，点一下，然后下面星星点一下，看舞蹈的时候。看舞蹈的时候要双手点心以示清白，知不知道？开了，空调开了。下面给大家再来其他舞，也是相当还是快的舞，因为上个麦序跳的是慢的舞，所以说这个麦序跳的都是快的舞。我要慢慢点，慢慢点。
哎呀，点错了，看一下，这三个都是快乐舞，来，这三个都是快乐舞，三个都是快乐舞，是不是感觉？为什么你们都扣二啊？为什么你们都扣二？其实我跟你说，第一首是中文名叫《红》，第一首其实挺好的。为什么都要扣二？来，我开始了啊！三、二、一，你看还是二，早知道我就不截屏了。截来截去，最后还是个二。那我就给大家跳一支女总统啊，我要把说话的时间变长一点，把跳太累了。把星星点一下，星星点一下，好歹给我点到一千啊，是不是？要双手双手点心以示清白，知道吗？双手点心以示清白，哥哥们，还有点关注。
主播不能劈叉，主播能下个腰吧？真的很辛苦的，对哥哥吧，把关注点一点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我第一个麦序要跳慢舞？一下缓一下，两个麦序都掉快的舞，我会受不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把关注点一下，关注点一下，关注点一下，然后预约点一下麦序上的主播，关注点一下。哦，你杭州的哦。哇，他怎么突然冒这么高？很热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你看我这么热，我跟你讲，就差空调也拯救不了，你知道吧？把那个关注点一点啊，涨一下关注啊！义乌红糖啊，我知道，义乌这一片敌我老熟嘞，我跟你说，老熟嘞，我跟你说。还有一个好像是给大家跳一个上下吧，最后一段时间跳一下上下吧。刚有人刷上下，然后拖拉机是不能跳了现在，所以我决定给你们跳个上下。嗯，浙江的老乡点一下关注，点一下关注啊，点一下关注。我拆这么多能不热？我这是撒，你知道吗？撒透风，一吹透风，我跟你说。点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。问我哪里的不说，我不敢说，哥哥我怕你蹲我怎么办？你要我蹲我楼下怎么办？我还是个孩子，我怕噻。给大家跳一下上下，把那个星星点一点，还有直播室通知关注点一点。上下好不好？经典动作都在好不好？经典动作都在，上下的经典动作都在好不好？好了，我快要下去了，把我直播室通知关注点一点，我今天轮麦结束了，记得点一下我直播室通知啊，点一下我直播室。